影片即将开始哦，拜托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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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啦！中油研究社疑难杂症来我这，欢迎今天的来宾纪普星、田雅霍，还有李月、彩杰跟马丁。嗨，好的，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桌游呢是阿瓦隆2.0版，然后这次有一些新角色，然后我们好人这里是四个，然后有教士，然后还有三个忠臣，那坏人这边呢是摩根勒菲、盲眼杀手还有爪牙。那这个教士这个身份呢，他就可以知道第一晚这个领袖他是什么阵营，就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会先知道。然后摩根勒菲就一样，他是可以不受这个火球的控制跟影响这样。然后盲眼杀手呢，他是不跟其他坏人见面，然后在最后面的时候执行一个猎杀的行动。嗯，没错。那我们要先来派这个领袖，好不好？先来派领袖。来，哇！啊好。好OK， 那就没有问题，就贴确认角色，先确认角色喽。看牌，这是可以抿牌的吗？可以，到吗？抿得到，但是有点难。他通常是还是，因为他还是可以讲来讲去这样。对，我看不懂。我也看不懂。天黑请闭眼。盲眼杀手，请竖起大拇指。爪牙与摩根勒菲请睁眼，确认彼此身份。爪牙与摩根勒菲请闭眼，盲眼杀手大拇指周围。领袖请递出阵营手势。教士请睁眼，确认领袖身份。天亮请睁眼。好，我们领袖要直接来派人，先派完再讨论。好人，派我。好人，好人，超好。我觉得真的吗？很好。你感觉有点，刚刚名牌有点假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我一定要给我自己，对不对？对，尽量尽量，因为你自己可以确认自己的，对，所以你还要讲自己的成功，这样子才可以证明是好人。我要一个给我自己。好人，好来再选一个，再选一个。好人。好人，哇！生日快乐，好人！生日快乐，好人！好起来在争取，当然了，好人都要争取，争取还是给我，还是给我。我想，我在想要给谁？好人，而且你还可以压火球。对，那我要给你，然后压你火球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啦，双重倍。嗯，哎，因为他刚刚不给我，这个是这个吗？啊，我看他比较积极啊，我积极，我也很积极啊，我积极，来，是没错啦，纪普星为怪。来，你先贴个队长贴纸。好，贴在随便。好，给我吗？给我，要了给我，要了给我。这是我要的。很棒。OK， 一定成功了。剑朝外面，好，揭晓哦，成功，成功。很棒，第一把，第一把是完美，好吧？完美。第二把是几个人啊？普星要直接先派下一位领袖，第二把来领袖。那我正常是不是要给他？先给我哈，好来。可以啦，但是因为他被压火，因为他是被压火的，所以不一定。对啊，但好人是要出村，积极在积极，但你也可以给他，然后看他给谁。哎，这一轮是要派几个人？三个，好人，我要争取。好人，你要是骗我，好人，我信不信你派我？真的，你派我，我绝对派一个完美的给你。好人，派一个完美队员出这一次任务。好吧，我这个人是很容易被说。给我啦，纪普星。OK， 好人，派的多完美。我派你，很好。然后火球压你，又压，让别人出不来了，出不来，让别人出来这边干嘛？好人，我这样派很好吧？可以，就是我火球依然压他，因为如果我出坏，我是等于自己跳出来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除非他成功呢？
哦，除非没有，可是他摩根应该先出尔啊。哦，你说他尝这一碗，让季普金相信他，对啊，就第一碗下面后面的可能。哦，有人带风向哦，应该没这么，你们不要再带风向了。我觉得他是小孩要的，给这边我要的，多证明还是你们小孩的。黄伟金没有被吃掉，不会，这里为什么？要洗牌，对不起，要洗牌，好，不然这样都知道哪一张是谁出的。很好，对，你可能办好了。我办好，我这全好了，全来喽，揭晓，成功一张，哦，好紧张哦，成功两张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好人，火焰压在李月身上就对了嘛，对，搞半天还是给那个宝石，宝石不能先交接才可以给护身符，好，先交接啊。给我，给我，你不行了吗？给我，给我，可以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哎，那我干嘛给他？给我，给我，然后压我，然后你让我验结果，我给你们三个，让我验，他要给，让我验，除非他，我给他，他火，他愿意压自己，好啊，好啊，你敢？我敢啊，你敢？我敢。可是那第四个人呢？我也要，我压自己啦，我你给我，他压自己，那第四个人不行不行，三个，这个人，我跟你说，三个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你好，给我，我压我自己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他压我，压我，还是给我，让我派你们三个，我压他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怎么样？然后那个给我，这样很好的，然后那个很好哎，很好。那个海洋之心给我，重点不是我当领袖，然后重点不是他发表的证件，这跟所有的，然后不能讲这个东西，但是很可能会跳票。他可以拿到皇冠之后，他就乱发给别人。哦，那他跳的话就在就对啊，那就那就对了。给我给我，然后我给他，好了，不然我给雅货，不然我怕我们只有三个在玩。海洋之心。可以，然后我要给海洋之心。但是如果错的话，哎，你给我，我验他。哎，对啊，他其实是领袖了，不能验他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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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验，那我验他，我好，我就不觉得我好，我现在好了，加一个好的来验你。哎，为什么？你们火焰压我压成这样子，我正在冲他回。我不行啊，因为你已经拿过了，所以你不能有宝石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宝石给我，我验他。我要从零九跟彩杰跟马丁抓，不给马丁选那个好，给马丁吗？我觉得马丁可能有，因为马丁验人的时候会很容易透露出你给他验，他是好人。你先问他要验谁，可以这样问吗？你想验谁？你会想验？如果你拿到的话，你要验谁？如果是这样子，因为已经出题的都是这边的嘛，那因为目前都是成功的，具体来讲是不是就是要捡，就要捡已经就是有投票的这些吧，会不会比较投票的也行，还是要验新的，验还没有出，还没有出任务，但是验我很合理哦，因为我一直拿到这个火，我也有可能是坏啊，有可能是坏啊，可是我就觉得就已经两次了嘛，然后都有成功，如果算你是坏的，你是不是想说怎么办？其实你随便给应该是好啦好啦，好了，不然我就给我我验，我来看，给我验，我验，你想我验谁？我可以，我给你，然后你等下不能当领袖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就看你要验谁，差别在哪里？给你，我觉得你不能当领袖，哎，可以吧？可以当领，不行，你就不能当领袖。没有，领袖他也没有权利，就是是他交接的。我说之后啊，之后就他拿过那个，所以我现在给的是我一个，我想要，你可以验一个，我想要验一个人。好，我有点想，我想把这个验，哎，你们待会会拍到他吗？不会，应该这一把或者好，我把它验掉，好不好？我把它验掉。这样子你自己给李月看。其实应该验雅货。我其实刚刚也有点想验他，因为他眼神有一点飘移了。自己看哦。不会啦，问他怎么样？拍咪啊！他是拍咪啊！拍咪啊！不是，他是坏的，真的。拍咪啊！拍咪啊！相信我。他是坏的啦。他刚刚都没有讲话，然后我一直要，然后没有，他是我一直要，真的。我要成这个样子还可以坏。你是一张放火球证明的清白，所以你是坏的。那证明有什么？但这样子是。我是坏人的话，我到底在帮什么？哎，没有没有，他说的有道理，因为你一直都被淹火了，除非你是摩根，你才可以出失败的。你这样子没有，那我再把还是会给你火啊？对啊，对啊，他们对啊，他们给我火啊，说我没差，但你就是拍咪啊。好，那反正你就是坏蛋，那火球就压你啊。讲人家拍咪啊是不好，好恐怖哦！来，你要派谁？三位，派你们三个，一样我们三个，一样你们三个，他拍咪啊。没关系，反正我还在他身上嘛。真的吗？反正我自己应该够好了。不是你们到底都为什么要压到我身上？这个给我，这个给我。等一下，现在是谁？现在是一样，我们三个原班人马。好好好，原班人马。那 OK， 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他有问题。再见。我觉得啦，你雅货这样很好哎，他派我们。我跟马丁是坏人。
对耶，他没有拿到，是我们三个。那 OK， 东西啦，那我觉得可以。他们是不是已经认输了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啦？我跟马丁是坏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也觉得不要刺我。什么啦？结束了，他在喊话啦，我只喊话。我只跟马丁四哥说不要刺我们。好，翻牌，成功。这应该可以。成功二。成功三，好，但是我会压这个哦。这样的话就是坏人要现身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盲眼杀手。好人三胜，请盲眼杀手，盲眼杀手请现身。好，不能讲话，再也不能讲话了。我要找一个教室。两个都要找，要找两个人。我觉得忠诚应该是他，然后教室哦，我想一下哦，普星好了，教室普星，忠诚。好，教室都不敢讲话。教室是普星，教室普星，忠诚礼乐。好，请普星跟礼乐把牌放开。三、二、一，公开。我是忠诚，我是教室。耶！相反观点，相反，你们一直把火压给教室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是为什么。你黄彩，你们压得几乱？我想说，我就是不会出失败啊，保险嘛。对啊，那你们是不是很难翻身啊？我们手机没救，所以请锁住哎，不要刺到我跟马丁。这个是不是对坏人来说很劣势啊？就是如果很顺的话，就是对。唐姐姐提醒，还是你有叫他教室？我完全不知道。哦，因为其实太少资讯了，我先觉得我已经再出来，因为我已经说我跟一个完美的。对对对，我刚才这样想，我还想说应该是一个完美的。我以为是你们俩，我以为是他们两方一起走。我根本也不知道。好了，好人获胜，坏人进行惩罚。耶！好的，我们请三位坏人林九、彩杰跟马丁苦茶喝下去。怎么感觉变大杯了？太久没喝，哎呦，养生养生。OK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请马丁好好的宣传一下。谢谢。好苦哦，有喝过苦茶吗？有，但是真的很苦。但是对了，谢谢，因为我现在有出一个新的单曲嘛，是。而且因为这个是一个把台湾跟瑞典的风格就结在一起嘛，然后这一首歌就是把我两个最爱的东西，就是鸡排跟 bubble tea 结合在一起。然后这个歌是非常的轻快呀，很适合跳舞的。然后 MV 也是非常的无厘头，很有趣，非常好笑。希望大家可以上 YouTube， 可以搜寻 Bubble Tea， Bubble Tea 珍珠奶茶。OK， 谢谢，多多支持马丁的新歌。那周元秀是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